今天这个局势，我先来。骗了你下来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就是我，不应了应，我是瑶瑶。<笑>你先来吧。脆脆的，软软的，硬硬的，像我这么爱吃软饭的人，我最爱这个软软的。<笑>哇哦，软饭果然好吃，我要把它吃。 真香！哎呦，不错哦，真香！硬硬的，这是个虾都不，我神脆脆的。<笑>怎么是大葱？咦，这恐怕是又要把你拉黑了吧？别闯！哼，烦死了！哇，不错呀。 真香啊！我这不是我遇见实力会选到缩溜。<笑>哇，鸡爪哟！你的鸡爪都黑了。啊？这年头连鸡都做美甲吗？哇，花花，那你先转了吗？你下来。是跑出去，多恶心！这个蒜你背，蒜你狠，一朵花。 这个蒜你背还有蒜你狠，就留给你们两个啦！我选这个花，黑蒜，听说这玩意儿可好吃了呢。啊！你们说可好吃了吗？别闯！这个东西跟板栗一样，可好吃了呢。哪里？啊，还真的挺好吃的呢。你口味真重，这个蒜你背蒜你狠，我看你俩这个狠的。 哇，果然狠呀，三个扇贝。你这算啥？我刚刚选的更好。哇，不错呀。它真香啊！真香。 鲍鱼龙虾，鲍鱼龙虾。怎么是大蒜还是生的？蒜你背。炸！欧美人吃鸡。哇哦。嗯，nice。印度人吃鸡。 真香！咦，看得我密集恐惧症都犯了，不听好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我就选这个一只虾。 哇哦，大暴龙，我就说这是好的吧。啊、你说毛大色的，我以前天天吃。哎呦，不错哦，它真香啊！好多虾，那不是皮皮虾？哇哦，原来是我最爱的小龙虾。 有我的虾多了！有钱人吃牛肉。微笑，来听他问大的牛排。小姐，这是从新西兰空运回来的火焰牛排，现在为您点火。
没钱人吃牛肉。爸，来份八块钱的牛肉。牛肉来了。哇哦，这么多！啊，真香啊！嗯，老爸，给我再来一份。窗外的麻雀，别唱了呀，姐，你唱的要命啊！这么没抢到票啊！我的伦伦什么时候可以上镜啊？虽然杰伦是我的青春，但还是吃饭更重要。这个全国美食、江苏美食、广东美食，当然是全国美食更多啦。怎么是白米饭？我的全国美食呢？米饭不就是全国都有的美食吗？还挑上了。哎呦，肉啊！啊，真香！到了，这广东和江苏能有什么美食啊？哦，就像这个广东吗？哇哦，猪脚饭，猪快切烂了点。这一看就不好吃，太腻了。啊，不错吗？真香。看看我的江苏美食，哇哦，原来是扬州炒饭，比你的白米饭好多了吧？哼，我的蕨菜拌饭更好吃。有钱人吃海鲜。回头给我来份海鲜。女士您好，这是奥地利白金鱼酱。嗯 ，thank you。好吃是好吃，怎么有种木瓜味呢？这是由世界上最贵的木瓜喂养出来的鳕鱼。你是这边18万8，你是怎么看的？这么贵？没钱人吃海鲜。老板，帮我想一份8块钱的海鲜。什么海鲜？啊？我要选海鲜啊！海里的怎么不算海鲜？人家隔壁8块钱还能吃上小龙虾呢，下次再也不来你这里了。